Hello，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 Paula，很开心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个人见证。那在这份个人见证当中呢，主要讲述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是讲述，当我信主以后，我和我的家人是怎样经历神，在患难当中寻求神，感谢主。第二部分呢，是讲述当我被神呼召进到神学院以后，我是怎样来回应？第三部分是讲述我在神学院学习的过程当中所碰到的一些困难，向神祷告，神是怎样垂听我的祷告，并带领我，让我知道神的恩典真的够我使用。感谢神，希望我的这份见证能够对你有所启示，祝福你。Thank you.